耶稣同门徒走近耶路撒冷，来到橄榄山的伯法其村庄。先知撒加利亚曾经预言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，他是温柔的，他骑着驴，骑的是小驴。有一大群人将自己的衣服和棕树枝铺在路上，他们前呼后拥咁在大声叫，和山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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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，高天之上当唱和山啊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全城都震动起来，他们问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谁啊？哦，原来是夫子啊，夫子来了，夫子来了，夫子来了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，先知耶稣啊，先知耶稣啊，原来是加利利拿撒勒人先知耶稣啊。See you.
战胜，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全世书五十三章一到第九节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无佳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就是这样不开口。他被拘禁，受审判，被处死。他为了我子民的罪恶离开人世，为了我子民的过犯被置于死地。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，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
耶稣带着门徒上到橄榄山，他对门徒说：你们应当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。耶稣跪下来祷告：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拿走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了耶稣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耶稣祷告完，见到班门徒因为忧伤过度而睡着了觉，耶稣就叫醒他们：你们为什么睡着觉啊？起来起来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。客西马利，寂静黑暗。Could you
匍匐在地，行前祈求，心爱门徒不能惊醒。他心既哀伤，既苦要死，世人终最独自承担。人他宝血，赎我罪债，救赎我灵，我得自由。比拉多为了讨好班群众，竟然释放罪犯巴拉巴，命令人鞭打耶稣，兵丁给耶稣穿上一件紫色的袍子，用荆棘编了一顶的皇冠给他戴上，又用一根的芦苇打耶稣的头，向他吐口水，还嘲笑他说：犹太人的王啊！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他刚刚在乡下来到耶路撒冷，士兵就逼他帮耶稣背这个十字架。他们将耶稣带到一个地方叫做各各他，意思就是竹篓地。在那里，他们用抽签的方式分了耶稣的衣服，又用没药调制的酒给耶稣喝，但是耶稣不愿意接受。大概在上午的九点钟，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的罪状是什么？犹太人的王。有两个强盗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，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犯人讥讽他说：你不是基督吗？为什么你不救下自己啊？救埋我们啊！过路的人都好肆意嘲笑他说：你不是曾经自夸可以将圣殿拆毁，又可以在三日里面重建吗？
点解你唔救自己啊？你喺十字架度落嚟啦！大祭司、律法师喺一旁冷嘲热讽：你救到别人，救唔到自己啊！你系基督，你系以色列嘅王，咁你就喺十字架度落嚟啦！你俾我哋亲眼睇到你喺十字架度落嚟，我哋就相信你啦。Something
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被钉上十字架，即使耶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羞辱，他仍然纪念将他钉上十字架的人，为他们祷告求赦免。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罪犯，一个嘲笑耶稣，但是另一个就恳求耶稣，当国度降临的时候，请求耶稣纪念他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耶稣的母亲、他母亲的姊妹，还有加罗巴的妻子玛利亚、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望住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他旁边，他就跟母亲说，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个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正午开始，黑暗笼罩大地，到到下午三点钟左右，耶稣大声的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就，他说，我渴了。有一个士兵用海绵染了一些酸醋，绑在牛膝草上面送到耶稣的嘴边。耶稣尝了这口酸醋，他说，成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悬挂在圣殿里面的幔子忽然从当中裂为两半。耶稣大声呼叫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
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一个叫约瑟的阿利马太人请求比拉多让他收敛耶稣的身体，又有一个曾经在夜间来见过耶稣的尼哥底母，他带着30多公斤用抹药和沉香调制而成的香料来到，他们领取了耶稣的身体，按照犹太人葬礼的规例，用细麻布和香料将耶稣的身体包裹好。耶稣被埋葬，安放在一座的新坟墓里面。
他们用一块大石头堵塞住个墓门。比拉多为了防止门徒偷走耶稣的身体，而向老百姓说造谣生事，说耶稣已经复活，所以他吩咐了很多的兵丁严密地看守住这个坟墓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绝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对我来说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来说，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主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是家乡一句恩典永留，是我完全的自由，宝贵是家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，宝贵是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七日的第一日，主耶稣复活了。耶稣向门徒显现，站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耶稣说完这句说话，给他们擦汗他的手和肋旁。耶稣再一次跟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你们。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，说：你们领受圣灵吧。
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；你们不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不得赦免。Just so-
羚羊的